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商量一下啊，我们下一站下车行吗？这里实在是太挤了。是我说要体验一下大众的出行方式，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呢。行吧行吧，你开心就好，能让你笑一笑也不算亏。小心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挤到啊？没有就好，你别乱动，抓紧我。你的脸好红啊，是因为我吗？没有吗？可是你的眼睛里现在全是我呀。你别动，要挡住后面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你再捣乱的话我真的会撑不住的。不累，只要是保护你，永远都不会累。